一个比较气质鞋款，就是这个小羊皮双配色弯月金扣穆勒粗跟箭头鞋。那这一双呢，它是做这样子比较优雅的造型，我觉得很适合就是上班族的时候穿，或者是你平常休闲你要搭配，像我这次穿搭给大家提供的感觉就是一个比较偏休闲感的穿搭。那如果你是上班要穿这种穆勒鞋或者是一些小洋装搭配都完全没有问题。里面大家可以看到都是采用羊皮真皮打造，内里的这边鞋垫的部分呢也是采用真皮，然后呢你踩起来有个那种沙发软垫的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以我的脚踝比较宽啊，就算它是做尖头脚也非常的舒服。再来它的跟高大概是只有 4.5 公分，所以呢你就知道说它走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基本上你穿起来是没有什么高低差的。那这个呢，它的特色呢就是在于它侧边啊，除了双拼色之外，它还有做这样子金属的扣环，就会让整双鞋子不会好像只是一个单一纯素面的感觉。那为什么我会挑这双鞋，是因为我知道这个鞋真的非常非常的百搭。那这一双的内里呢也有做那种防勾破的设计，所以你就不用怕说你的脚趾甲啊去刮到里面的那个布料啊很容易坏。我觉得 S 他们家的鞋子呢在于这些小细节上面都有非常非常的用心。再来看一下它的跟，跟是做这样子比较扁粗跟的，所以踩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稳。你要上班的时候穿、逛街、休闲都可以，甚至是比较为正式的场合也可以穿这样子的鞋子。那我选择的颜色呢是这样子，黑白配，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颜色。那大家如果想看其他的配色的话，也可以上官网去看一下其他配色。那这双呢版型偏小，所以我只要记得就是稍微版型偏小，我就会稍微再拿大一个尺寸。所以我平常穿38、39，我这一双穿到40号。尺寸部分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如果想要找这种比较气质优雅韩系小姐姐风的穆勒鞋的话呢，可以参考一下这双哦。